离火的情况还是挺不乐观的，咱们应该去多再多多监督一下，多看看，观察观察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那详细的我会再跟梁院长谈一谈。好的，那您先来。梁院长，哎，好的，好，早。梁院长，嗯，我想对离火用一下催眠疗法，行吗？哟，暂时不行吧？为什么呀？总之要用的话，我必须得在场啊。知道了。你还有事吗？你干嘛那么刻意的躲着我呀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我办公室里还有些人等着我，啊，忙哈，啊，知道知道，这当上副院长了嘛，全院啊就您最忙，是吧？你挤得我，哎呦哪敢啊！梁大夫，嗯，我告诉您一个秘密，嗯 ，K 线图是假的，您知道 K 线图是什么吗？就是股市里那些七里拐弯的线，哦哦哦。我用电脑分析过了，那个是假的。您知道什么是抄底吗？就是股民在股市里一个常用术语，嗯，他们都期望有一个落底反弹，一般都会有一个落底反弹，嗯，他们都想抄到最底部。嗯，您知道关于抄底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您知道什么话？您看啊，嗯，比如说您的脚，嗯，您的脚现在站在桌面上，嗯，抄底什么意思呢？嗯，抄桌面的没想到下面有地面，抄地面的没想到下面有地下室，抄地下室的没想到下面有地窖，对啊，抄地窖的没想到下面有地壳，嗯，抄地壳的下面还有地狱，嗯，你抄地狱的打死也想不到地狱是它有18层，我现在就被困在地狱里了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，我困在18层地狱了。你现在在阳光医院，你很安全。梁大夫，嗯，我不住院，我不住院，你别让我住院，我现在离不开电脑，我离不开宽带。嗯，您知道现在宽带对现在的人类多重要？嗯，哪天宽带要是断了，那人类现在很多东西都得归零，都得归零了。嗯，您说现在的人类那怎么生存？他怎么生存？小陈，你只要脑子里不想那么多你不该想的事儿，人类就能正常生存。明白我的意思？你看你看，又吱手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好孩子不吱手啊。来，我带你去打一针，打一针你就好。我不打针，打针就归零了，打针就听话乖，打针就归零了。大夫，白老师，你可能太累了。秦师傅啊，你说我不会是要倒色儿吧？哎呦，不会的，怎么能会呢？来，我给您上。要我自己带。哎，不不不，我去吧，你等着啊。不会是要倒色儿吧？找我什么事儿？郑杰，我病了，我怀疑自己得了绝症，就像当初国辉那样。你别胡思乱想的，你脸色是有点不大好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要不我带你去体检啊？走吧。不是，这个啊，郑杰，没事儿，我睡不着觉啊，就是睡不着觉，真的，我是成天的白天想睡，晚上睡不着啊。干嘛干嘛？哎，什么馅儿的嘛？快快快快，洗手去。呀，没白在医院上班啊！真是，都知道都走别人洗手了，行啊，快去。不是，哎，一定得讲卫生啊，咱们家人可不能得病啊。知道了，洗去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不知道，这一阵子我在医院照顾病人，这家伙这病人翻来覆去这通折腾，受不了了。
咱可真不能得病啊。是啊，这不俗话说，有啥呀别有病，没啥别没钱。嗯，对。喂，哎，经理，哎，我刘彪，啊，行，我马上就去，哎，马上啊！你吃了饭再走啊？不了，回来再说吧，这儿催我呢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爸，啊，你，我觉得您现在不喝酒真好。臭小子，还轮到你夸我了啊？来，啊，你干这，不要拿着，自己去买点东西吃啊。谢谢爸。哎。彪子，哎，彪子，来，啊，你看这俩馒头我都给你加好酱豆腐了，但是别忘了吃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啊，别忘了吃。你说这有了工作哈，就是不一样，就跟变了人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了啊，一切正常。对，都正常的。B 超当时不就告诉你没问题吗？是是是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别疑神疑鬼的。哎，郑杰，我发现我最近好像有点口吃。你口吃？我没发现啊，我觉得你挺正常的。你啊，要让我说实话，你一定不爱听，你就是太宠着你自己了。当然，主要是你们家李长江宠着你。行了，别可是了啊！再跟你说一遍，一切都正常，放心吧。挂了。嗯，笑什么？我高兴。哎，我就想你当了副院长是不一样啊。嗯，这一下子每个月多出不少钱呢。嘿嘿，真的，咱们再攒一攒，然后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就可以付首付，我们就可以换新房子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爱财如命啊？没有，人喜欢钱不是什么缺点。我是觉得，每个月有你多出来的这些钱，我就敢去贷款了。嗯。哎呀，我真惭愧啊，这么多年也没给你挣过什么大钱。你别这么说我不是这意思，真的。嗯。你看，我觉得思雨还有三年高中吧，嗯，然后就该上大学了哈。其实我们也就三年的时间为他出国留学做准备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老爷子年龄也大了，嗯，咱们也得为他准备。对，我不是说对老人那个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这都是要面对的事儿。嗯，你看你现在当了副院长，你工作又那么多，对吧？嗯，你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，交给我，啊。那你不许炸。哼。啊。好，我不炸。你要一炸，全家人都不幸福。嗯。我保证不炸。好。感谢。睡觉了。嗯。
喝口水吧。白老师，喝口水吧。我的嗓子出问题。不会的，白老师，不会的。我的嗓子出问题了。不会的，白老师，快喝口水吧。不喝，我的嗓子出问题了。白老师，不会的，你想多了。白老师，唱不出来了，我唱不出来了。不会的。您千万别胡思乱想啊，白老师。喂，我是啊。哦，韩老师。行行行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今夜就这样静静想你，情书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情书。这是从网上下载的情书，梁思雨同学把它贴到校园网上了。哎，你们这做家长的也别都忙自己的工作，孩子的教育也不能都推给学校，他上网啊都是放学以后，所以您呢得多多关注梁思雨的思想状况，好好引导，好好管教，因为这孩子思想太早熟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韩老师，我想知道他这情书是贴给谁的呀？贴给谁的不重要，他的思想萌动最重要，对吧？爸，梁思雨这密码是多少啊？我哪知道他加密了？您知道您这孙子整天在这鼓捣什么？他就用这个给人女孩写情书。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说那人就通。联系一下，什么叫什么叫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爸，您先会。梁思雨，你给我站住。慢着。输入密码给我打开，把你的邮箱 MSN QQ 飞信全给我打开。哎呦妈，你还知道 QQ MSN 飞信？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打开。我不打，你自己解密，自己解密。梁思雨，我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气我的是吧？哎，你说你能厉害干啥？爸，你别老捣乱行不行啊？哎，我给你买这电脑就是让你到这上面瞎鼓捣给人女孩写情书的是吗？你今天要不给我打开，我就把它砸了。妈，这可是您给我买的电脑啊，这么贵的电脑你舍得砸吗？你说你。我没收。妈，你别没收，我可以去网吧。你说松手。你妈。